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拥有水汪汪大眼、一头秀丽长发绑成双马尾，还穿着带蕾丝的时髦上衣，照片乍看好似一位年轻貌美的母亲抱着可爱的孩子幸福自拍，但事实上她是位穿着女装货真价实的父亲，而且还已经40岁了。网友知道真相后纷纷崩溃大叫，谁会相信这是40岁大叔啊，我还以为是妈妈，原来是爸爸啊，超可爱的，皮肤比20多岁的我还要好。这位知名的日本卫娘名为古琢磨，上周四16日于 Twitter 上传与宝贝女儿的温馨合照，原来当天是她的40岁生日，并想告知粉丝，在这重要的一年我有了个女儿，成为爸爸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祝福。她的照片迅速在网络上爆红，已获得超过19000个赞，并被分享超过15000次。古琢磨除了是乐团主唱，也兼任模特儿，并常于社交网站上放裸丽装、和服等打扮的照片，曾被网民誉为史上最可爱卫娘。除了声线不如一般中年男人那般粗犷，古琢磨只有162公分、47公斤，腰围比一般男性细，脚也比较小，更有着以假乱真的精致五官，完全看不出来他已40岁，以前还曾得过富士电视台节目的女装比赛优胜。